地面不贴瓷砖了，墙面污染可以擦洗了。一款新型涂料，施工简单，普通油漆工都可以做，可以直接披刮在水泥地、水泥墙上，木柜上也是可以直接施工，施工完两天就可以使用，干透后硬度更高，能满足日常使用。用它来做市区的墙地面完全可以，浴缸效果更完美，有几十种常用颜色，有需要的可以点赞收藏一下，省得以后找不到了。大家注意看，如何把腻子墙变大理石效果。首先滚涂几种喜欢的艺术漆颜色，之后用咱们的激光照面披刮在墙体的表面，等干透之后进行打磨抛光，而抛完光的效果，它就如真正的瓷砖般，侧面如镜，光滑如玉的手感，特别是防水性还非常非常的好。它属于水性单组分的环保涂料，感觉以后用得上，可以点个关注，省得以后。大家注意看，如何把腻子墙变大理石效果。首先滚涂几种喜欢的艺术漆颜色，之后用咱们的激光照面披刮在墙体的表面，等干透之后进行打磨抛光，而抛完光的效果，它就如真正的瓷砖般，侧面如镜，光滑如玉的手感，特别是防水性还非常非常的好。它属于水性单组分的环保涂料，感觉以后用得上，可以点个关注，省。